今天呢，我们接着说东汉的大将军梁冀。公元144年，东汉顺帝驾崩了，当时呢才30岁。太子呢刘昺继皇帝位，这小孩啊，当时还不到1岁，襁褓当中的这么一婴儿。这个是谁呢？就是汉冲帝。在位不到1年，这孩子也是命短，病死了。当时呢，有资格参加候选皇帝的，包括谁呢？清河王刘算，还有那个渤海孝王的儿子刘转，太尉啊李固，哎，这些人就劝梁冀，咱们应该迎立个长君，以安天下。但梁冀和他妹妹梁太后呢，当时就是贪立幼君，为什么？你弄个小孩，我们这个梁氏家族才能够继续把持朝政。于是呢，他们最终梁太后和这个梁冀还把这个继义他们自己就定了，就是又立年仅8岁的刘转为帝。这小孩子呢就是汉质帝。汉质帝这个小孩子继位之后啊，梁太后啊还当时挺信任那个太尉李固的，因此呢朝政大事都让这位李固他处理。梁冀呢对此是深为忌恨，就派人写匿名信诬陷李固，说的什么？太尉李固假公济私，树立私党，大行皇帝在殡，路人掩替李固胡粉世貌，搔头弄姿，盘旋异养，从容也不从勿哀戚之容，又为骄骄志，作威作福，罪应诛杀。结果把李固等于是说了一大堆，就说那个皇帝死了之后，你看他在那儿天天又擦粉啊，又在那儿装腔作势，没有一点这个悲哀的容貌，因为他又假装这个皇帝的诏书，作威作福，就应该把他杀掉。梁太后呢还是个明白人，看完了个匿名信之后他把他扔了，根本就不相信呢这其中的言辞。汉质帝虽然是个小孩，但这个孩子特别聪慧，他很会识别好坏人。有一次呢举行朝会，你看那汉质帝小孩坐在这个皇座之上，他就看那个梁冀好大一会儿，忽然大声对旁人说：“此八户将军也。”梁冀啊，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是惊惧交加。为什么呢？这小皇帝总有长大那天吧？他现在这么小就说我是八户将军，真正等他长大了，他成年了，他加了官礼了，掌权了，他肯定会对自己不利啊。想来想去，先下手为强，他就派人呢在这小皇帝的汤饼之中下毒药，就是给小皇帝吃。这小孩子吃了这个汤饼，就这个竹饼之后呢，腹内如绞，非常难受。痛苦之余呢，他就叫人把那太尉李固召至殿内。小皇帝这个时候啊，这个汉质帝刚刚中毒不久，还能说得出话。李固呢就问他：“这皇帝您为什么得了病了？怎么肚子好好的忽然就疼呢？”这小孩子汉质帝就说：“我刚刚吃的那个汤饼就变成这样了，现在呢我肚里烦闷疼痛，喝了水兴许还能活下来。”当时呢身为大将军的梁冀也来了，他在一旁边极力反对，喝了水就会呕吐，不能喝水。其实呢，如果汉质帝这小孩喝水呕吐呢，很可能就把那毒素吐掉，而给他下的那个毒药了又不是鸩毒啊砒霜那种剧毒，呕吐之后呢或许这孩子还能活下去。由于当时这个梁冀坚持不给水喝，这小孩子辗转痛苦了好一阵子，最终毒发身亡。质帝这个小孩确实可爱，也非常可怜。世法为什么就把他视为质呢？忠正无邪曰质。这孩子太小了，确实呢是忠正无邪，8岁入宫，他根本就不知道成人世界这个阴险和艰难。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实话：“此八户将军也。”就说这梁冀，结果就招来杀身大祸。你看这小孩当皇帝当了1年半，就被大将军梁冀派人毒杀了。如果这孩子长大，很可能就会成为东汉的一代明君。哎，望着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转世之间变成了尸体，太尉李固也是伏尸痛哭。而后呢，他就派人去查深究啊，这个汉质帝为什么忽然吃了竹饼，吃了汤饼就腹痛，查那御医。
梁冀呢，这个时候就特别害怕阴谋败露，他就更加怨恨李固。汉质帝的小孩死了，朝廷呢这些大臣呢就只能开会，再次商量屹立新的皇帝的事情。太尉李固、还有司徒湖广，包括那司空赵荣，都啊向梁冀表示：你看天下不幸，平年之间国祚三绝，经国家事大，应该深思熟虑。大家的意思都很清楚，就是希望梁冀这次应该以国家为重，扶立长君，你不要再弄个小孩坐上皇位，你看几年就死了。由此呢，这个清河王刘算呢，这次再次为这三公推举，这要当皇帝。先前呢，皇宫内的大太监曹腾曾经拜谒过刘算，当时这位王爷呢，对宦者、对这些宦官太监就没太当回事儿。就对他们不是十分热情。由此呢，宫内的宦官势力就认定，你看这刘算他要当了皇帝，对咱们大大的不利。那么这位大太监曹腾呢，大家可能好像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日后威名赫赫的曹操，正是这位曹腾的后人。按理讲呢，曹腾是曹操他的爷爷，那么太监爷爷他怎么会生出后代呢？难道是当时阉割不干净吗？不是，曹操的爸爸曹嵩啊，过继给这个曹腾当养子，而且呢，因为他有个太监老爸啊，这个曹嵩呢，最后还当过大司农。日后呢，大文学家陈琳，当时他在袁绍手下服务，和曹操打起来了嘛。开战之后做檄文，就称曹操是什么呢？罪焉以丑，本无遗德，票脚风邪，好乱乐祸。当时曹操见那檄文之后又惊又羞，从床上一跃而起，偏头疼当时都吓好了，尤其是呢罪焉以丑那四个字，就把他爷爷曹腾啊是这个太监这事儿兜个底儿掉，因此当时就把这个曹操啊这个羞惊的不行。那咱们说完曹操就不说了，也别说曹腾了，咱们就说清河王刘算，就是因为他把大太监曹腾给得罪了，因此呢他把自己给耽误了。那么在汉质帝死前呢，有个平原王刘义，他的儿子呢当时是立武侯，这个刘志15岁。梁太后呢当时是想把自己妹妹许配给这个刘志，就叫他从封地来，来京城相亲。正好赶上汉质帝暴崩，这个刘志呢就成为梁氏家族的候选人了。不仅梁氏家族支持刘志，宦官曹腾等人呢也支持刘志，他们连夜劝说梁冀：大将军，你看您家几世贵为外戚，长期执政，宾客纵横，多有过失。清河王刘算这个人呢威武明智，如果他真当上皇帝，大将军您肯定大祸临头，不如咱们立这刘志，才15岁，可以长保富贵。梁冀一听大以为然，转天朝廷公卿呢又在一起商量这个拥立新帝这个大事。梁冀呢气势汹汹，就提出我要立刘志，这立武侯为皇帝。所有的大臣一听梁冀说这个话，一时间呢都不敢说话，也不敢再提刘算了。人情势利，这些人见风使舵，很快呢明白过味儿来，齐声附和，一切都听大将军安排。但朝廷当中呢，唯独李固和杜桥这两个人坚持原来自己的意见。梁冀非常恼怒，一扬手厉声喝道：散会。下朝之后呢，李固继续写奏书，故请梁冀三思。最终呢惹得这位大将军怒气更盛，他就进宫对他妹妹梁太后就小以厉害，就告诉妹妹，如果刘算当了皇帝，咱们梁氏家族好日子到头了。这个妇人呢梁太后耳软，咱们也要听自己亲哥哥的话呢。于是朝廷就以梁太后的名义先下诏罢免了李固的官职，然后呢梁冀本人亲自持节，以这个青盖车迎接那个少年刘志入宫为帝。由于当时刘志年纪还小，梁太后呢又是临朝听政。刘志，你看这个皇帝听着这名字还挺一般，但这个皇帝就是东汉末年非常有名的汉桓帝，他和后来那个灵帝在一起，桓灵二帝
就被后人后世啊称为乱国之君的典范。梁冀呢有定策之功，于是朝廷下诏增封梁冀13000户，连那个办事的曹腾那几个太监也都封为侯爵，又扶立新帝新娶入门的梁太后她的妹妹为皇后。比较可笑的是呢，你看现在梁家的女孩，这两个是亲姐妹吗？姐姐是太后，妹妹呢是第一辈的皇后。但无论如何，这姐俩都是梁家人，有两个妹妹母仪天下。我们大伙儿想一想，梁冀的权力和势力就更大了。不久呢，在梁冀指挥下，英明严义的那清河王刘算又被人诬告了，说他与别人呢妄图这个勾结，妄图称帝，把他贬为侯爵之后呢，又迁到桂阴。不久呢，对外声称他自杀了，但最有可能是被杀的。接着呢，梁冀又开始惦记大臣李固和杜桥，这两个人曾经反对过他吗？因此，在建和元年，也就公元147年，汉桓帝这个继位之后呢，当时呢，这个梁冀呢就借口，你看当时甘陵，有人啊，这个想了阴谋扶立这个清河王刘算为帝。因此呢，他就诬称朝中大臣李固和杜桥啊，跟这个叛乱有所联系。因此呢，这个时候梁冀等于就把这个案件牵扯到李固和杜桥身上。但当时李固和杜桥啊，都是东汉多年的高官，弟子门生很多，社会舆论也支持他们。因此呢，得知此事之后，李固的那些学生啊，就带着穆家上书。包括好多人，这个太学生都在关外请愿。当时呢，梁冀的妹妹梁太后呢，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就被迫下令把李固等人就放出狱外。于是呢，京师的人、京城的人欢喜若狂，齐集在街头巷尾欢呼万岁。可见呢，梁冀迫害李固，李固的威望呢，当时就是这么高。如此一来，梁冀就心中更恨，他就更要置李固于死地。最终呢，梁冀呢还是派人重新把李固逮捕入狱，诬以谋逆大罪，包括那杜桥这两个人一起处死。然后呢还暴尸通衢，就把这两个人尸首斩杀之后呢，还扔到大街上，给大伙儿这个展览示众。这两个人呢，你想都以三公之尊，未经正式审讯就如此轻易杀掉。可见当时梁冀的权势啊，已经到达了这个誓言张天的仗的地步。李固、杜桥两个人被杀，当时天下政治之士和老百姓大为寒心，因此呢，一时间广泛流传这样一首歌谣：“直如悬，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梁冀呢，气焰熏天，嚣张无限，确实让不少人畏惧退缩。你想，原先和李固一同上书，就是议立刘算为皇帝的，朝廷中呢还有司徒胡广，还有司空赵荣。但当李固和梁冀极力抗争的时候呢，这帮人都退缩了。为此呢，李固临行还写下这个书信给老同事胡广和赵荣，斥责他们说：“你看，你们享受着我们大汉王朝的高官厚禄，却眼看王朝覆灭而不顾，难道你们就不怕历史对你们惩罚吗？”但是好人无好报。庸人有后福，李固呢暴尸于通衢，司徒胡广还有司空赵荣这两个人因为最后讹附梁冀，封官。为什么呢？你看这两个人还被封为安乐乡侯，还有初听侯。那么汉桓帝建和三年，就公元148年，这个皇帝汉桓帝啊，和这个皇太后这个梁氏一同亲自到这个大将军府，梁冀玩命招待。你想和这个太后少帝饮酒为欢。转年二月呢，梁太后呢就死了，死前呢就下诏归政于已经成年的这个桓帝。因为汉桓帝刘志啊18岁加元服就行成人礼了。大丧期间呢，为了安慰这个梁大将军，因为他妹妹太后死了嘛，朝廷就以皇帝的名义增封这个梁冀，又给他加了10000户，现在呢他共有10亿3万户，又封梁冀的老婆孙寿为襄城君，他的那个仪礼和那个长公主是相同的。这看来啊，梁冀这阵儿不仅是化悲痛为力量，而是化悲痛为钱物和封号了。
梁冀的老婆孙寿这个人也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坏女人典范之一。这个人呢，哎，特别喜欢那种这个妖媚和蛊惑，她的化妆打扮也当时一时的风气，有什么绸媒啊、提妆啊、堕马髻啊、折腰布啊、取耻笑等等等等，这些打扮说句实话，即使在现在世界上方面看来，她都是特别前卫。有这么一个老婆呢，哎，梁冀还又宠又怕。当时有个奸奴出身的漂亮小伙名叫梁公，风流倜傥，梁冀呢特别爱幸他，就把他升为太仓令。这个官呢想确实可笑，那国家御仓将这么一只贪渎的贪腐的这个巨大的人耗子管理，硕鼠在仓啊，他不把这个太仓亏尽了那才怪。秦公呢暗度陈仓，凭着脸蛋和他这个功夫，和梁冀老婆孙寿呢也有一手。于是呢，他是出入招摇，肆无忌惮。凡是当时大汉朝刺史级的官员进城徽州，都要拜见他。哎，狗仗人势，他这个秦公依据梁家的势力呢，卖官鬻爵，不可一世。梁冀和孙寿这两个人呢，当时还确实挺另类的，哎，非常超前。你说他们俩是夫妻啊，结果呢，在近2000年前那个东汉，这夫妻两个就玩分居。对街为宅，大兴土木，互相拼比，数不清的金玉宝物呢充斥他们俩的宅邸。他们的别墅呢就超出我们现在的人想象力，广开园圃，采土筑山，石篱九板，深林绝涧，全是燕公所造的，因此呢看上去就跟自然形成的那种一样。这种大别墅说句实话，今天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几乎就是每个人他们家的别墅都是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呢堆放奇珍异兽，进入游玩之后，你恍然就到了世外桃源的仙境。那么在如此巨大的园林当中呢，梁冀和他老婆孙寿特别会享乐，两个人呢常常被人用碾抬着，就跟抬皇帝那儿抬着他们，因此在这些花园里呢游玩探赏，他们自己就跟神仙一样。那么在河南城的这个西面呢，哎，梁冀还修建了一个周围数十平方里的这个园林，专门干嘛呢？养兔子。因此我们中国历史上养兔爱兔第一人就是我们这梁冀梁大将军。这么广大的一片土地完全禁止闲人进入，里面养的兔子呢都一一做上记号，为此呢稍微有人不小心误入一个兔院，很快就会被官府逮捕杀头。有一次呢，有个西域来的胡商闲来无事误入兔院，这个大鼻子这个胡商一看见红眼小白兔还挺可爱，就杀掉了一只想藏藏仙，很快呢他就被人告发了，气势汹汹冲来一大帮人，马上到了义社，把这个胡商关进大牢，审都没审，胡商马上被砍头。这牵连被杀的还多达十余人，跟他一块去的陪同的那些他的手下全被杀了。当时呢这个胡人当然没什么外交豁免权，你想当时世界上特别是东亚地区，汉朝绝对是老大，周边那些驻胡商人都是来大汉打秋风或者来做买卖赚钱的，因此杀了也白杀。梁家势力如此之大，还不断的这个抢掠那些梁人百姓啊，几千口人为他们家的奴婢，还美其名曰什么呢，管这些人叫自卖人。什么叫自卖人呢？意思就是讲这些人啊自己太想进入梁大人家当奴婢了，还不要钱就自己把自己给卖了。平时呢有官员想见梁冀一面，也得先给那看门人啊大把的银子才有机会入见大将军，以至于梁冀那些守门人啊个个都是大富翁。当时呢扶风有个人叫孙奋的，是当时有名的亿万富翁，但这个人特抠，本性吝啬。梁冀呢就有一次假装送他这个一乘车马，向他又借呢5000万钱，实际上就敲诈勒索。孙奋是个财迷，知道这个钱有去无回，就给了这个谁梁大将军3000万。结果呢梁冀大怒，你看天下竟有如此不抬举之人，我送你一副车马借你点钱，你还敢跟我削减。于是呢马上就让告发这个孙奋私藏奴婢盗窃公物，一下就把这大虎堡一家兄弟几人全部关入大狱，很快就是把他审讯打死了，然后又抄没这孙奋家家财有多少钱呢？1亿7000多万，全部归梁大将军所有了。
同时呢，梁冀的门客呢，也为他在全国各地之内呢搜刮奇珍异宝啊，期间掠夺妇女呀、击杀官府人员是无恶不作，但是呢，没有任何人敢于上告。梁冀的老婆孙寿呢，枕边风挺硬，哎，竟然说动梁冀啊，褫夺他自己梁姓一家兄弟子侄的官职，把这个高官美爵都转让给姓孙的。对外呢，又声称，你看大将军，哎，不徇私，举贤避亲，不仅呢到那要汉部门当官，这孙家十多个亲戚呢，还假冒官员，在各地逮捕当地的富人，然后呢诬之以罪，关进大狱。接着呢，就让那些富豪家，哎，你这家里犯事了，花巨款把人赎出去，稍微不如意，就会在狱里把那些富人活活弄死。梁氏家族当中呢，只有梁冀的弟弟梁不疑，这个人有家传之风，喜欢的经书文饰，好客有礼。即使对这个弟弟，梁冀呢对他也生起一计之心，他认他为什么的光禄勋，这是个虚职，就把他实权全部剥夺了。而后呢，梁冀还派人在梁不疑门前侦望、偷窥，记下所有上门拜访的官员名字，然后呢他就上奏这些人有罪，或判流刑，或于半道的就弄死了。梁冀专擅朝权，日益骄资，四方啊，这个当时那些四夷贡献的方物、贡献的珍宝啊，都要把最好的、最上等的东西先给梁冀，挑剩下的才送到皇帝的宫内。那么朝廷百官有升迁吗？个个也先要去梁冀家里拜谢。临行前呢，梁冀就会告诉官员，哎，你到那地方任职之后啊，哎，我要照顾照顾什么什么人。但凡有不听话不办事的官员，马上就会被杀死或者被毒死。当时呢，有一叫吴树的大臣，他被这个朝廷呢委任为这个冤城令。按照官场的规矩，哎，他做官之前呢也到大将军梁冀家里去辞行。冤城是当时南阳地区最繁庶的地方，当地有很多梁冀的宾客，个个都非常骄横。为此呢，梁冀就嘱咐这个吴树，你到任之后，你对我那些宗族朋党多多照顾啊。岂料吴树是个直率人，当时就回答说，那些奸猾贪毒干坏事的小人，对跟您关系再近也要诛杀。大将军，您看您身居高位，又是皇后的亲兄，理应尊崇贤良的人，哎，以此呢来有益于朝廷。冤城呢，你看是个大地方，世人读书人很多，我坐在您府里这么久，也没听您说到任何一个贤能的人需要任用，所托呢多为是徇私舞弊的小人，因此呢我不敢从命。吴树这个人还说到做到，太耿直了。到任之后，他马上将梁冀宾客当中的罪恶累累的人杀了好几十个，由此呢梁冀就把他恨透。但吴树这个人呢，当时名声特别大，你想他的官职也不小啊，这个为官一方啊，又是这个朝廷外派的官员，你杀他还挺不容易的。后来呢，梁冀就以升吴树为荆州刺史为借口，招他到自己的府中践行。酒席宴间，梁冀就在酒中就下了毒了。结果呢，这吴树中了毒之后呢，就暴死在回家的这个马车上。当时呢，还有一个年仅19岁的青年才俊袁柱，在朝中呢担任郎中，他看到这个梁冀如此横行霸道，就上书皇帝，要求这个收回梁冀的他的这个威权。哎，这下不得了了，他马上被梁冀派人追杀。当时这袁柱、袁郎中不得已啊，装病诈死，就让家里人抬棺行葬，抬棺把自己给埋了。结果最终呢，还被梁冀派出那家丁搜到。活活把他鞭打致死。而后呢，你看袁柱死了，对他的朋友也不饶，他有两个好友，一个叫胡武，一个叫郝杰，也被牵连到。结果呢，这胡武一家60多人全部被杀，郝杰呢，当时还躲出去活了一阵，逃了一阵，最后他也知道自己免不了，然后就自己抬着棺材亲自来到梁冀府门前，当众养药自杀，这个呢才保全他一家人的性命。最为过分的是呢，东汉安帝，你看他的生母耿贵人病死，梁冀就派人向耿贵人，他的侄子有个叫耿诚的，就索求耿贵人留下的珍玩宝物。怎么说这耿诚也是个侯爵，也是个外戚啊，他有点不买梁冀的账，就没有交出那个宝物。
最终呢，惹得这位大将军梁冀怒气，罗织罪名，结果竟然把这个侯成一家给族诛了。从血脉上讲，那耿成家族呢，也是东汉那个安帝他的嫡亲。你看，就这样一家的人，也被这个梁冀毫不留情的整族杀掉。他当时这种炙手可热的权力呢，由此可见一斑，热火烹油一般，权势熏天。你想，梁冀都已经嚣张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这个东汉这个一朝，就真没有人奈何了他了吗？我们下一集再讲。